我是 Eric， 我由2019年进入中银香港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，现在在分行担任柜员一职，这里就是我每日工作的地方，今天就带大家看看我的一日。做柜员工作，每日都会接触大量的现金，我们一定要保证啱数。除了不停点钞、复核，我们还有一个秘密工具，可以很大程度减少人手失误。完成了一个上午工作，到了 lunch time 啦！除了日常工作，偶然间都会有啲小插曲。遇到特别的客户，我哋都会主动咁提供帮助。譬如话呢位先生，佢可能遇到咗电话诈骗。先稳定他们情绪，同事们一起配合，尽力帮助每一位客户。我们一直致力于建立与客户长远互信的关系，提升客户的每一次服务体验，就好像他们学习了网上银行，那就可以很方便客户去处理日常的理财。当他们真的遇到困难，我们都会急他们所急，将心比己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。用我们的每一份努力，比每一位来到分行的客户都可以满意而归。